这里有两棵好大的古树，那里还有一棵，前面转过去应该就是另外一栋房子了。从这个卫星地图上看还是有那么大的，后面院子墙还在，但是前面看这个老的墙都没有了，前面三个大门还在，祠堂也是有修过的，这个应该也是方家的宅子吧。但是这个大门槛好像跟刚才那个有点不一样，是这种门槛。西湖湖尾祖祠重修，湖尾的方式宗祠，门看能不能开，可以。这祠堂有三进，没修过的，后面看到一些老房子。里面没有什么装饰啊，祠堂是翻修过的，还比较干净，保存的还可以。后面还有一些老房子，旁边看一下。一个小的石磨，这是侧面这个门进来。原先也打过水泥的，所以这个地上还好。这些墙都是这个老墙啊。后面开成了菜地。